啊！哎呦，这什么地儿啊？动摇动摇，稍息回答。动摇动摇，收。也是我的爱呀，什么样的节奏呀？最呀最摇摆呀，摇热了热热热热最痛快呀！天冷地热呀。老乡，这什么地方？白洋淀，产咸鸭蛋的地儿。怎么在这儿着落了？兄弟，我家可不富裕呀。哎，行，老乡，没你事了啊。哦，小何，这还带的家伙呢？看你这身行头，你是当兵的吧？啊，我还以为劫道的呢。小何，还带着笔瓤呢，能撕下来呢？我看看。别动！卖了。这我明天演戏重要道具，你把它撕下来，等于我阵亡了。幺三五高地怎么走？是，翻过一座山啊，跨过一条河啊，再翻过一座山，再跨过一条河，就到嘞。啊，那个你也是我的。你给我站住！一个放羊的，还能听得懂部队的地区编号呢？我说我天资聪颖，你信不？举手。哎哎，你把羊放下，你过来。好。你干啥？都大半夜，你是个当兵的啊？里边穿什么衣服呢？不，你可有纪律的啊！你再给我动，随你便吧。你怎么穿蓝军军服？李正，小秦，这里，李斌。蓝军空降连上等兵张家硕，你好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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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你哪个部分的你？作战室的，首长。身边的。参谋，那是首长。半夜三更的，您打扮成这样，我以为我穿越了。你也在执行任务。你那羊哪儿来了？我爱你是了啊！哎、不不不，对比首长，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我说首长，你那羊我刚才怎么的？想当我羊的主意？哎、你小鹿串啊你啊？不是，我在找路的时候被树杈子给绊了一下。哦，那这就好办了啊？这就完蛋了。你呀、啊，你赶紧回去了啊！谢谢首长关心。嗯，首长，我怎么称呼您呢？我得跟我连长汇报啊。哎呀，麻烦，赵文强。这不咱敌人吗？段青红，这不红方政委吗？是，这两个都是咱们的敌人。你这回知道我是谁了吧？我，不是你怎么总提红方呢？废话，我不提红方，我提哪个方？我提黑方，我提芝华士。不是我啊，我提二锅头。我没说错的我啊，这些是我们的敌人。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啊，红方那个阵容啊，强大呀，英姿飒爽，意气风发呀。你们得做好心理准备嘛，是不是？你怎么长他人事情没自己威风呢？啊，咱也不是白给的呀。你征战沙场，看本事，看拳头，看智慧，不能看嘴皮子吧？要你智慧了啊！你智慧了，刚才挂树上了，还被树杈子给弹了一下。要是你们整个空降连全挂在树上了，那像话吗？那不人像果吗？说我问你，如果明天我们作战室没有空中支援怎么办？我们蓝军。怎么办？将，硬将，不知道瞎将，气死我了！你，考考你啊，明天咱们降落在哪儿啊？哎呀，我们打算降落在一个神秘的地方。多神秘呀、啊！澡堂子、啊。首长，你进一步说话，我告诉您。你稳走走，我进你两步，来，插好了，一。啊，你说这哎，撤，娘，撤，哎，不走，撤，来，出来，来，我不，别害臊，来，哎呀，看好了，哎呦，啊，苍天哪！我败就败在这件衣服上了，出门时候跳厚了，老热了。哎呀，早就听说这红方阵营里面有个相声演员出身啊，全军最拼，红帽子红飞，见人装神，见神装鬼，人送绰号
无敌小喇叭，无敌小唢呐，现在是无敌小哑巴了啊！走你！哎，气活，你呀、啊、阵亡了，这就是我战利品了啊！还有那只羊，我一会儿给它带回去，我扔炊事班我加个菜。哎呀，我往这蒸笼上这么一搁，这是什么呀？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鹅、卤猪、卤鸭、得小肚，哎。我不那么做了，我就为了把你给忘了，我给他烤了。小羊啊，太腻了，油滋滋的，我切几片肉，我再整点酸黄瓜片，我把肉和酸黄瓜片啊往这大列巴里面这么一夹，哎呦，哎，我连长肯定高兴。哎，战友，去，谁是你战友？哎，听你这小口味，你是正宗的哈市人吧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不白洋淀的？哎呀，我妈是白洋淀的，我都跟她学了两句，你还真信呢？你不俩山着去？你哈尔滨哪儿的？你哈尔滨？到外去北环头道街的。啊，我红霞街的。我姐好像有一个高中同学住你那片儿啊。别搁这套近乎，你姐哪个高中的？我姐呀，大名鼎鼎58种校花。谁呀？Her name is 吴雪佳·思密达。说了你。哎，干啥呀？要亲我呀？那我得回去。哎，像，他说过，他有个学习不太好的弟弟。谁说我学习不好？谁说我学习不？啊，你不会就是我姐说的那个该死的同学吧？同学，还该死？不是你姐这么说我呀？那怎么的？老师啊，邻居，战友啊？得。哎，阵亡了，你走吧。哎，这怎么一提到我姐，这立场就不坚定了呢？嗯，你喜欢我姐？这种事儿，一个人说了也不算。姐夫，哎，还真是啊！哎，我准姐夫，准姐夫。你说你跟我姐多少时间了？这干啥了？我就跟她好几年了。我你的时间能发生多少事儿？我两年可不对我。那你咋联系的？你说。我就发发短信，发短信，文字恋爱啊。还给你，我不要，拿走。哎，不是那什么，你粘上，夹你大脸巴给你连长去。是。啥？我不用了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说不用就不用。哎，你说不用。就不用吗？就别冲动，你看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回去我就告诉我姐，我姐夫把我给整阵亡了。为了得到我姐的芳心，他从天而降，害死了自己亲生的小舅子，还有他的羊。不是你不能这样事儿的呀？你说你阵亡了，我咋跟你姐交代哟？说阵亡就阵亡啊！我说阵亡就真阵亡了吗？噔噔噔噔。这么老多呢，哈哈哈，乃是真的，我们连长都没告诉过我，哈哈哈哈，要闭目咽炸孙塞，就算是你不把我放出来，哎，看见没，我还能逃生，你还是输，哎，跟他学样，哈哈哈哈，战场上怎么能讲感情呢？啊，战场无父子，如果都像你这样的，那仗不用打了啊，我们直接打感情牌，做你们对象的工作，知道吗？你看那样儿，我告诉你啊，要想跟我姐在一起，还真就得过这一关，我家我说了算。我走开，我撤。哎，你别逼我。上三路不错嘛，反擒拿是吧？我走你，我这招你们也教？侦察兵什么不会呀？像你们呢，一窝，我看这招，哎，好，我切，哎，怎么着？嘿，体能不行，连薅带咬是不是？甭说黑猫白猫，能打倒你的，就是好猫，懂？哎，我去。来，别装啊，别装。
咋的了这是？我不知道，让你打下伤。哎呦，我看看。来，我看看。你干什么你？我看看。来，坐这儿。来，我自己看吧。你自己咋看呢？这。来这。吱一声啊！不疼，我吱什么声？没事。这可别把我姐夫给打骨折了呀！我姐夫把我咬死啊！但是姐夫，你得赶紧回去了啊！你看到没？都肿了一大片了。干啥呀？你不一直想要吗？不是姐夫，你给我，你咋办呢？我这回去啊，明天能不能演习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别浪费了，你就当拿你姐夫呀祭旗吧啊！谁拿姐夫祭旗？别闹！天都亮了。你听。以后有机会再见。再见。哎呀，我呛了。我别放，慢点啊。行了，你回去吧啊。别放，那我先走了。姐夫，一会儿见，再让我看到你，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。一会儿见，这小子，哎呀，我这伤，我真是。一会儿见。哎，内阳。哎，真的，你别叫了，你跟我走吧。你知不知道他们指挥部在哪儿？你不说是吧？我把你给烤了啊！